Ivan，我们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呢我人在 Rochdale。？Rochdale 就是布里斯本的 Rochdale。那今天要介绍什么样的物件呢？抱歉啊，今天我是真的乱七八糟，我是早上送飞机，就没打算，对，我就送飞机而已，又没打算去干嘛的，然后就结果是突然间拍个视频这样子。我现在在 Rochdale，Arise Evergreen。第三期跟第四期的中间一小段的位置。第三期跟第四期的中间，观众可能不理解，但是如果你在 Google 地图上，你找 Rochdale State High 那个学校，Rochdale 对，对 State High 这个学校对面的那排空地，就是目前 Ivan 的所在位置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快速一点。我们这个开发学校的 Mira，因为它这里呢还有几块土地在卖，土地已经注册了，可以马上开。那我就挑了一块十号地，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十号地是475平方米，因为如果大家如果对其他地块有这个兴趣的，也可以跟我们联系。但是为什么挑十号地呢？因为它的总价相对低一点点，十米的标准变换，但是呢，它的平均售价其实算是低。它有一个挺特殊的，它这里呢，它后面是一个保育区，房子后面是一个保育区。那房子呢，475呢，也很够大。大是很够大的。它这个保育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下面虽然不能盖房子，但是开发商也很这个贴心的做了一个小门。是。它锁上了。那这个小门呢，你可以在这里以后加一个楼梯下去，这一块地等于是送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，就因为多了这块土地，所以它平均售价，因为现在 Rochdale 的售价土地大概是2400一平米嘛。所以对，是的，所以它因为这块土地的存在，它的平均售价是1900。OK，平均的给它除了下去啊，摊体了下去。对。好，那我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刚刚所看到后面就是那个栅栏，就是那个小门出去之后，它是整个都连在一起的。那整个连在一起，那是之后会变成大家说好变成一个公共空间，或者是各自的再去把它给左右两边围起来。各自的，对。OK。各自你要围起来，作为那时候是自己围起来围下去嘛。OK。然后第二点，我刚看到的图纸，这个是 Magicom 的一个 House and Package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已经算是一个 Package， 已经都算好了，直接让 Magicom 盖上去，这样子吗？是的，但是我把房子价格减下去的话，你这土地就90出头万而已。在 Rochdale 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目前看起来已经是现地，可以直接盖，跟你左边的那个房子正在施工中一样啊。那是的，正确。OK。完工时间其实你真的动工就3个月动工了，因为它土地已经注册，那完工时间你抓1年出头一点吧。那就是明年的7月份的这个时候，基本上可以完工。对，最晚圣诞节肯定要搬进去了。这最坏的情况。你看一下，这边就因为它在两个社区的中间的一点的位置，所以它这边没有很拥挤，而且你后面少一个邻居。后面少了一个邻居，那后面少了一个邻居呢，就很多人就喜欢邻居越少越好，所以这是一个优点。那然后呢，你土地已经够的大，当你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你后面能留到一个很足够用的一个花园的一个位置。你看，如果你要挖泳池干嘛的，其实你就能理解，你盖这个跟这个的大小差不多。你后面还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花园，然后中间也够长够宽啊。你要盖个泳池，或者是 SPA 池，或者是 BBQ area， 应该都绰绰有余啊。是的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舒服的，性价比算很高的一个案子。因为150万总价，现在在 Rochdale 真的买不到什么。对，那刚好最近我注意到寒暑假的关系吧，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台湾最近很多 John Paul College 的家长过去看房子，那 Rochdale 也是他们必选的，就是热门区域之一啦。那刚好这个物件，你这几天也刚好要带 John Paul College 的家长过去看房子啊，那刚好这块地也可以给他们看看喽。
是的，嗯哼，因为这里还蛮近的，对，大概15分钟到 Jumbo College， 差不多，很接近，嗯哼，所以是很完美的一个地方。OK， 好，那非常感谢 Ivan 的介绍。那各位观众如果对 Rochdale 买地自建有兴趣的话，赶紧跟我们联系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